They need this win now. Try and reset the defeat and victory ratio, or week number two becomes rather dire. 其实也没有想象说表现能表现这么好吧。主要就是先看输的这两场的比赛，好好做检讨吧，把自己失误的地方好好改进，应该就还是要继续走下去吧。이렇게이패로가면은자존심도많이상하잖아요그래서꼭이겨야된다생각해요 So far, Worlds didn't go too well for us. So we got a bit of a tough road ahead of us to get out of groups. 今天打闪电狼比赛对我们说挺重要的，因为只要再赢一场，可以确保我们进前二。We need to make it out of groups because last time it was really depressing to just be one game away. That means every match is super important. When people remember your performance at the international tournament, they're not like, oh, they went 1-5 or they went 3-3. It doesn't matter. They just didn't make it out of groups.之后抓到对方打野的位置，下路四人全部再度晕眩到 Mystic， 配合上 Betty 的伤害，这一阵换血之后呢，看一下在第二回合绝望打 Betty 往前一跳，火箭跳跃搭配的爆炸射击，被挂了虚弱在身上之后呢，打出了四神重置 W 再跳回来。对，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加里欧其实也已经到了一个差不多可以做进攻的位置。哦，加里欧也靠过来哦，这样的话如果直接打起来是有点危险。九五阶梯是还没有装好，引力之门放了下来，但是有个大腿砸到了老鼠，老鼠闪现到了塔下，上面挂爆炸射击，浩劫降临灌下去之后，先把老鼠给灌死，拿到一个手榴弹，守在塔下，直到塔伤害，脚闪现拉开，还是被西野的 Q 技能给收掉。下路这边一换一，但是是 AD 换 support。哇，这样其实我觉得这波进攻有点亏。就第一个是意图没有办法去对塔做进攻嘛。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的 replay 哦。就我们先看一下上路的兵线是完全压在对方面前，而加里欧是早就已经走到一个可以支援的位置，所以在第一时间上来的时候，卡塔是有先被做到一些控制。那后续这边的话，舍得是被西野给缠上，所以最后也倒下了。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主要还是在就上路这边吧，因为上路这里明明在选的这个是比较真的是比较偏扛啦，所以要他能够压，而且前面打野并没有给到蓝宝太多的照顾的情况下，上路本来就是四人全光晕到了老鼠，但是后方九筒已经到来了，真的是闪现出来大点，但是被你用火箭跳跃直接拉开距离，爆炸九筒把舍舍炸了回来，但上一波已经把闪现交掉，所以这一波应该会被 Mystic 给收下，位置不太好，补了血，但四人全光还没丢出来就被 Mystic 给爆死了。这其实我们就是前面刚刚讲到，就是下半部这个位置的话，是 W 现在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点。哇，那贝体位置有点危险哦，康迪也是直接的三角草丛给对方一些压力。卡萨赶紧过来做支援，因为这个下塔有点危险。我们看到西野已经走到对方蓝区了，他的阴灵之门大绝已经转好了，所以这一波对闪电狼下来讲，可能会有一些战事发展。躲在塔下 ，DB 亮了起来不演了，直接推到塔前开始逼你下路的守塔。看着咪咪蛋位置，咪咪蛋手上扣大绝，而七九鬼从后方到来，看他身上套的并肩作战往前，显然是嘲讽到了西野在塔下对西野先做的暴打。那蓝宝大绝放下之后，浩劫降临，可惜是西野已经位移离开了。而下方的 Maple 大绝回了点血量之后，躲过这次的死劫，把对方后排给逼开。下路塔前面还是有非常多的小兵哦。这塔应该九五阶伤害有点痛了，直接把咪咪蛋闪现给逼了出来。下路手打还是掉落的冲击，撞到了 Maple。西野往前 Q 键丢出去。蓝宝身上扣的是大绝哦，所以位置上面有点危险。这边呢，在上路是用一个人换到对方两个人，但是 Maple 选择守在塔下的时候，对方两个人集结过来，他已经没有大绝了，被嘲讽到之后呢，蓝宝开了 Q 是过热，伤害非常的疼哦。这下一个中路被 Maple 用血池给躲过，四血矿有没有机会晕到了？突然跳了进去，大绝一推先收掉血。蓝宝下大绝之后呢，被对方四个人围殴，贝体脚闪现先拉开，但是这个蓝宝真的有点烫，是要连烫两个人吗？哦，还好这边过热，没有办法打出接下来塔跟人头。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波的重播。对，这里一开始的时候 ，Ben 是已经没有大绝了，这边亮了一个米娜传送，配合一个塔里克的大绝做了第一波主动的进攻。那这边的话比较可惜的是第一个嘲讽的控制是控制到的，就不是 Mystic 这个位置，所以还是被他打出了非常多的伤害。但后续这个进场我觉得非常的关键，是有直接把 Mystic 给收掉。
那后面 Maple 也进来，而且蓝豹的话，因为他本身没有 TP， 所以他现在才到中路的这个位置，让闪电狼有非常充足的时间去把大部分的人给收掉，再往后拉。拉快一点到了塔下 ，Maple 选择一个人防守两人哦。对，这边后面的话，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可惜的是，失能炫光这边好像没有做到控制，就因为命运弹往回朝着的关系，所以并没有做到控制，但还是有成功的把人给收掉。而且在没有队友帮忙控制的情况下，蓝宝的大绝本身就不是这么好命中，所以那个大绝基本上没有起到太好的效果。5000多滴的血量。在河道口打的时候，还是必须要特别注意蓝宝大绝的一个释放位置哦。要切进场，然后卡萨这边要比拼，终极撞到了，而且配合上这个大绝宇宙光彩，米胆捡到了预示的 buff， 而且杜兰德之盾并没有嘲不到任何人，闪亮这边有机会拉开了。小心 Mystic 的位置 ，Mystic 还出道之后，但这边直接炮两就给推掉了。米胆赛往前，同时这四人炫光晕到了四个人，非常的漂亮。这个圣套大绝在嘉文身上，然后盖进去，盖到老鼠身上之后，再谢谢瘟疫再放下去，有机会把老鼠在第一波给收掉。而预示者放下去之后呢，中塔的血量有点低，我看着这个爆炸自己炸开，拿到灯在上方，影之门直接降下来，没有吹到任何人，但是命运弹被酒桶大绝给炸回，这滚动酒桶再还一下他走出杜兰德之盾，窄口不好哦，蓝宝会很痛哦，蓝宝大绝放下去有点痛，但是同时舍舍也架了大绝，宇宙光彩放下来之后呢，免疫的第一段的伤害哦。先解瘟疫放下去，嘉文盖到了后排，同时那边这个靠的自动瘟疫再回血量，血量回的非常的多，收下第一排，但是前方的酒桶也被打掉了，火箭跳跃进去的 Betty 承受伤害有点高，只要闪电过墙，搭配着并肩作战护盾活了下来，可以发挥一局。虽然他们第一波是先用了，这边的话一开始为了要守塔，所以 W 这里左边是选择开康迪，那这边侧边塔还是有点掉，然后这个加里欧下来的这个位置，其实第一时间这个英雄之门已经没有起到很好的效果，但在这个窄口里面，蓝宝真的太强了，他被迫死的时候一定要把大绝交掉，变成说后续 Maple 跟卡萨进场的时候是没有第一时间获得保护的，而且一开始的爆发伤害也还不够，这边其实已经算是可以。我们看一下中路部分，迷弹被真大 Q 键吹起之后，老鼠是直接对他进行了一波输出哦。也交他的传送，但金球探照照到了室内炫光这边晕眩到，但同一时间断了字，媒体又找不到媒体，又走位扭掉了，酒桶大绝开始往前做输出 ，Mystic 还在蹲还在等，有机会哦，九七来了要小心了，哇，大绝放了下去，但是咪咪蛋位置比较不好，赶紧交了嘲讽拉开了距离，躲过了这一波。宇宙光彩刚放在闪电身上，帮回到边线再重整一下，只是目前巴龙压力对闪电来说是有的，因为。像是蛇蛇他已经把他大绝给交掉，但是变这边还扣着他复出季风哦，这里一闪撞到了，再配合嘲讽是直接对着卡塞卡的脚闪现往后拉开之后，利用他的火箭转头，火箭耗子将要盖，但是没有盖到，倒了，有没有机会命大剑贴到后面？没这个事，这一剑闪现他的砍换到，只是同一阵自己的破牌也倒下了，剩下对，所以你在后面这打团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保护 Betty， 而且这个团战的话 ，Betty 也是在第一时间就被九五七的伤害给收下，就突袭现身的第一波伤害配合九五七直接带走。那后面虽然有杀掉 Mystic， 但我觉得可能接下来你要抓这个图形是越来越难，你可以看到他现在是想把新闻线先往上升哦。看一下这边闪现扣了这么久之后，康迪这场比赛零一闪，对，这边 Betty 的一个位置应该是突击现身配合九五七的伤害直接把他给秒，九五七闪现上去，然后直接用 Q 键把他给烧死。那这边的话，另外其实两边都是请全队自己在抓对方的一个 carry 位啦，那只是后续的话，本身在唯有的物防装备就只有一个那个守望者铠甲，这个其实在面对现在这种三件创的老鼠上是完全不够的。杜兰德，德之盾嘲讽并没有命中啊，他立刻就下大的宇宙光彩，圣血光这波一定要打，但是来不及了，被暴风酒桶炸回来，卡萨问题的危险，蓝宝直接扫在贝蒂身上，贝蒂半条血不见了，同时面这个开大的，但是引领之门把这个老鼠给救了起来啊。这一波一开始 Mystic 站位其实已经非常不小心，是直接被迷弹卡萨被落弹冲击撞到了倒下，迷弹也只往后做撤退，这一波已经倒了三个人，剩下红红跟迷弹两个人有没有机会防守？到了病营之后呢，这边打兵是直接往前了，英雄冲锋搭配着乱冲击，一瞬间迷弹就消失了，媒体位置也被抓到，搭配着巴龙小兵进到塔下32分钟，被打出了一波 ace 的闪电狼，珠宝双打守不住了，掉了一座，要再掉第二座，32分钟，14-8人头，64.7对上52k 的经济差，打兵拿下这场比赛。这边最后一波团战其实已经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控制都灌在 Mystic 身上，但他交闪现拉到后方以后，真娜的保牌效果在这个时间点显现出来，而且蛇蛇的那个大绝其实在第一波进攻是完全没有用到，就他第一波开上去的时候，他跟那个他的四人炫光跟他的大绝就只有按在 就,
就是那个进攻时间点其实只有对加里欧造成伤害，等到他们真正老鼠开始灌伤害的时候，那个大绝早就已经没了，然后没有起到任何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啊，就是因为塔里克大绝是要一些释放的时间嘛，我们几波看得出来，当这个 W 是主动开的时候，其实塔里克大绝会跟的速度比较慢，就是他放下去的时候其实伤害都已经造成，那 W 很会在这个塔里克大绝下来的时候把位置给拉开，对，然后等你一没了，九种大绝就出手，感觉上是如果是主动进攻一点，比如说像上路那一波的话，塔里克大绝对于 W 的这个威胁度会比较高一点。对，我在想他们不太敢主动进攻有另外一个点是，好的，感谢解说席，感谢评论席，我们恭喜 WE， 让我们的赛后参赛嘉宾和我们所有的召唤师们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 WE 上单957。欢迎腿哥957。那赢下这场比赛胜利之后，此时此刻有什么话想跟现场的粉丝以及正在收看直播的粉丝们说呢？就不负众望，赢下这一场吧。接下来我们会好好努力的。那现在打完这场的话，现在队伍是两胜一负，那赛程也过半了，评价一下自己和队伍的前半程的一个表现吧。前半程表现的一般吧，就还是丢了一分，下一轮的话我们会尽量拿下这一分的。那下面有很多粉丝说过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支持 LPL， 支持 WE。那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你提到了昨天的一个比赛的话有一些小的失误，今天如何及时的做出了调整？昨天失误就方面原因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今天昨天也讨论了一下，今天就不要犯昨天那些失误。那为何今天会如此自信的再次掏出兰博这个英雄特别的 carry 呢？昨天有点混，今天他把兰博玩一下。确实应了我们那句话，无兄弟不 carry。 那么接下来的话，队伍将会迎来一个算是比较长的一个休赛期了，那休赛期的话会有个怎么样的规划呢？大概休息半天，然后继续好好训练吧。那今天的话，台下有很多粉丝，我相信这个时候跟我有同样的一个话要问你，也是给我们吃颗定心丸，后三场比赛特别的关键，给我们一个交代吧。接下来后三场，我们也知道非常关键，所以我们会稳扎稳打，尽量拿下三分。好的，那么我们再次恭喜 WE 获得了比赛胜利，也感谢腿哥957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